的心情实在不简单，一会爬高没几秒又滑下来，只想要跟你冒险，全心全意保护你，吵吵闹闹其实也甜蜜，云霄飞车让我们体验美妙的世界，未来我看不见，但两个人的爱一定会往前，云霄飞车如果你害怕把我手握紧，幸福它会真实，绕了几圈再回到这里，去预料才会有惊喜，生活多不平凡，来世看看，云霄飞车让我们体验美妙的世界，未来我看不见，但两个人的爱一定会往前，云霄飞车如果你害怕把我手握紧，闭嘴！怎么样？你只有绑我的手，没有绑我的嘴，我偏要讲嘞！不不不，没法。最贱！王狗七，你不要讲话了啦，他会打你啦！痛不痛啊？你闭嘴！都闭嘴！往这边走。新的比较安心一点。哦，好，真的麻烦你了耶。不会啦 ，Cherry， 你看看宇航老师帮我们换成新的插座，你要跟他说什么？谢谢宇航老师。好乖啊。妈咪，嗯，我可以回房间玩 Table PC 吗？可以啊，不过你不可以赖皮哦，只能够玩30分钟啊。好。小孩就爱玩。妈，哎。
刚在回来的路上啊，我看到有人在卖这个白玉萝卜，这个等一下把它洗一洗、腌一腌，晚上就可以吃了，一定又脆又好吃。哎呦，你记性真好啊，还记得我们以前都是自己买萝卜腌来吃啊？当然记得啊。妈腌的萝卜啊，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的其中之一。在美国的时候，我想要自己腌，不过美国的东西跟台湾都不一样，根本就做不出来。真是惊扰。你有没有腌给雪莉吃啊？对了，我叫你问，你有没有问？问雪莉看看今年过年要不要回来过年呢、啊？我有问他，可是他跟我说，还是要先看一下他的工作状况才能够决定。哎，哦，这样子哦。好啊，没关系啊。那我可以当做他会回来的，对不对？妈，那我先去后阳台看一下 Jerry 的围兜兜干了没。好好，去去去。哎，好漂亮的萝卜。在小学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充满自信的班长，可是你现在，我觉得你完全就是一个用谎言在维持自己形象的人。你知道吗？我不是这样认为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它绝对不会只有一种说法或是一种面向。你还是你，你就是李安晴，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生活的长相。班长再见。老大，少爷不在事务所。有没有说去哪？没有。直接去亿万宝贝家，我要给我的亲家一个爱的惊喜。是。
点我，啊？战斗力90，不就是个家庭主妇吗？怎么看都没有90啊！亲家母，哎呦，真是太好！亲家母，是，我是小菲菲的妈咪，真是好高兴能够看到你啊！真的真的好高兴。亲家公，亲家母，我娇姐陈天娇，你好。你好，大姐头。伊万宝贝的爸爸，肖国清记录战斗力60，我觉得应该不止啊。请坐，你请坐。哎，坐坐坐。从日本回来，这是给亲家准备的礼物。妈，客人呢？你好。你好。战斗力70的大姐，应该也不止啊，这肖国清的评估有问题。你是伊万宝贝的大姐吧？是，你好。你好。那个韩远客来茶当酒，我去泡茶。爸，哎呦，你坐，我来就好了。哎呦，自己人吧，亲家不用客气嘛。我今天这样突然拜访，没把你们吓一跳吧？还好，还挺得住。您真的是小飞的妈妈？是啊，如假包换。哎，怎么不像啊？不是这个意思。阿姨，请喝茶。哎，好，谢谢你。说起我们小飞飞呀，他的个性和脾气就跟我一样，一看就知道是我陈天娇的儿子。不是我这个做妈咪的爱夸，我们家小飞飞啊，人长得帅，工作能力又强，他 man 起来的时候，连我这个做妈咪的都抵挡不住。尤其他贴心的时候，哦，那个甜到心坎里的窝心啊，真没话说的。我是想啊，选日不如撞日，既然我们要成为亲家了嘛，所以我一下飞机就直接赶来拜访。娇姐，咱们是第一次见面嘛，哈。是，第一次见面。不过既然很快就要成为亲家了，以后一定会常常交往的嘛。亲家，小朋友才刚刚才开始交往嘛，您大驾光临是有何贵干？哦，
我今天是来提亲的。提亲？是啊。小菲菲不知道跑哪去了，一弯宝贝也联络不上人。我这个人嘛，又想赶快把这件事情给落实，所以就突然的直接这样拜访，把你们吓一跳，真的是失礼失礼失礼。哦，我爸爸他已经过世了，那我妈呢？她是做那个管理职的。管理职？之前小飞说他妈妈是管理职，那就是黑管理职。小飞飞说是管理职。真好，真有创意耶！是管理职，没错，管理职。就是专门管理穿黑衣服玩武士刀的。哎呀，那是以前了，我们现在转型了，做一般生意。一般生意。像以前那些打打杀杀，现在都没做了。打打杀杀，断手断脚。以后如果亲家有什么需要啊，什么忙都可以帮。应该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吧？哎，对对对，没有需要，我们家顶多就是用到菜刀跟指甲刀。是啊，亲家公，你真是幽默。哎呦，我今天直接拜访啊，这个是有点突然了啊。哎，其实这样也好。因为我们可以商量一下之后我们要提亲啊，还有婚礼的整个流程啊，大家可以商量一下。一弯应该跟你们提过了吧？不知道这亲家你们有多少人会参加婚礼，还有这小两口他们喜欢在哪里办他们的婚礼呀？比如说马尔蒂夫啦，欧洲啦，都行的。对，还有这些有关婚纱方面，我已经要求了日本的婚纱设计师尽量赶工，下个礼拜就可以空运来台湾。哎，霸王硬上弓呢。娇姐，亲家母，我还是叫您娇姐。我们离家是个很平凡的家庭，恐怕高攀不上娇姐您了。哎呦呦呦呦，快别这么说。哎，是这样啦。做父母的有时候不大清楚小孩子在外面交朋友的状况，我觉得你就这样子来提亲了，好像有点太早哈。是啊是啊，八字还没一撇哦，就送进洞房哦，好快哦。所以今天恐怕就对不起了。对不起啊。如果你们是为了我们以前做过的事业，现在真的都没有再做了。杜妈妈，那个，我想我们两家是不是还需要多一点时间来熟悉彼此？那个提亲的事情，我是觉得今天就先。可是，请把礼物也带走。对不起，拍谁了？真是为了我们以前做过的事业，其实真的可以不必再。杜妈妈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想我爸妈还有我们家是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认识你们家，所以。妈咪，妈咪，
到此为止，不送了。亲家，我真的是个好人。是啊是啊，看得出来是道义有道了。你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再多花一点时间，多多认识认识。是啊，杜妈妈。时间不早了，请把你的礼物也带回家。还是呀。车藏好没？走吧，车藏好了。好，走。我警告你轻一点啊！你还在啰嗦！哎，不要打他！我不打他，我把你们两个丢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山上，我看是你们先冷死，还是陈林要先找到你们？哼！走！救命啊！有卑鄙无耻王八蛋！你给我闭嘴！不闭嘴的话，我立马让你死在山上！要是这时候，少爷一定要叫我多喝几碗网纹汤。你不要再讲话了啦！他们那么坏，他们会打你了。没想到，幽兰小姐，你也这么关心我。哦，当然关心你啊！你被打成这样，会不会很痛啊？难怪少爷跟老大这么喜欢你，你真的是。天真善良，可爱又漂亮，比我看的少女漫画里面的女主角好多了，他们都比不上你。这事我怎么还在讲这个？给我快点！在哪里啊？
天讲，等我跟陈天骄把账算清楚，我再决定怎么处置苗苗。有什么账好算？我告诉你，我保证我们老大回来以后，你一定会变成台湾第一个木乃伊，包着脏脏的布。等考古学家发现了以后呢，还会说：“哎呦，怎么有那么丑的木乃伊？”我告诉你了，我。你以为我把你们两个绑在这边就没事了吗？啊！我好不容易出狱了，但是我一无所有，这都是陈田娇害的。你们再惹我，一人一刀，我把你们毙在这里。我让陈田娇一辈子都找不到他最心爱的林一弯。我让他后悔一辈子，我让他伤心一辈子。李文，
的手，你的手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真的很担心你，我好担心你。你怎么可以拿手去挡刀啊？因为他伤害你啊。方国清，你快点救他。血一直流，怎么办？不要哭了，我血不流了，好不好？少爷，谢谢你救了我和一婉小姐，让我封口气又再活了一次。我以后再也不胡说八道。你可以继续胡说八道，有时候还挺好笑的。哭了好不好？我要哭，除非你不痛，也不再流血。好，我不流血了，你也不要哭了，好不好？不哭了，没事，没事。电话大也睡不着。方口心，你不要开太快，你这样子车子一晃，他血就一直流啊。好。还是开快点好了，我们赶快到医院。可是我说我很好。自言自语，是否有人能够听到？你会不会觉得很痛？如果你很痛的话，你要告诉我。会头晕呢，头晕的话可能就会是失血过多了。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，你不要怕，我会陪你。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好了，你仔细听的话，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痛了。就是啊，从前从前有一只小羊，然后小羊有一天跑到森林里面了，然后，习惯了一个人呼吸，空气里没你的味道，一个人感伤，任凭寂寞慢慢发酵。一个人成长，遇见了一个人，他抢走了小杨们心爱的摩托车，又害小杨被人绑走，又害怕，又伤心。我害怕是因为你一直在流血，
伤心是因为你很痛。总是一个人胡聊，假装不再需要依靠，一个人醒来，忽略那些渴望。一个人练习，直到忘了我是谁。少爷，伊万小姐，警察刚打电话来，叫我们到警察局做笔录。还要做笔录？可是，那你的伤？不用担心，医生已经包扎过了，而且也给了消炎药。那会要很久吗？我是真的觉得你应该要马上回家休息。我比较担心你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啊？你要好好照顾你的伤，不然不然我一想到你就很想哭。我一定不会让你哭的。是你说的哦，那你自己要说话算话哦。真的要去警察局了。我要先打个电话跟我妈讲一下。好。喂，妈哦，我在，我有点事啦，那我晚一点回家哦。嗯，就是。没电了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有讲过一声应该就好了。你是担心跟你妈妈解释太多她会生气？这样好了，我们先去警察局做笔录，然后我送你回去，再亲自跟你妈道歉。不要。你担心你妈会骂我？你放心，我不怕被你妈骂，我只是担心她不让我跟你在一起。睡不完，都已经午夜12点多了，你还不去睡觉？
我哪像你那么好命啊，无事一身轻啊，啊，不是吃就是睡。你宝贝女儿一晚还没有回来啊，电话也打不通，不晓得怎么回事，哪睡得着啊？她八点多的时候不是有打给你，说她今天会晚一点回来。可是讲得不清不楚的啊，电话就不通了。一晚她那个性很单纯，她不会撒谎。我光听电话那一头啊，结结巴巴、吞吞吐吐，我就知道有事。怎样？小西彻夜不归。现在连最守规矩的一弯都这样，阿伯去嘛？哎，全家人把我定的规矩全部都忘光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那，没有人敢忘记了。结婚之前不准在外面过夜，连我都记得。上一次小西是因为课业啊，这一次一弯，他现在应该是跟小飞在一起了，没事了，放心了。对哦，那更危险。白天的时候，小飞有打电话来家里问，问一弯有没有打电话回家。哇，那肯定他们两个现在是在一起。不行，我打电话给一弯问清楚。你不是说那个一弯的电话打不通？我换人打，打给小飞。哦，好，山不转路转。对，他不转我转。哦，好。问问看到底为什么，两个人在哪里？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现在怎么样？所以无法接。不通啦，好奇怪哦，难不能那么巧的，两个人的电话一起不通。啊，稍安勿躁哈，你先不要胡思乱想 ，OK？ 一万的个性你也知道嘛，他不可能跟男孩子乱来的。我想他应该是手机没电，更应该是现在正好在回家的路上。最好是能这样。哦，我一想到小飞他妈妈呀，那个浑身的江湖气，我就不舒服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家庭这么单纯，我们是善良老百姓呢，有什么本事去惹到像他们那样的人呢？不行，我得找机会，赶紧跟一弯哈把这些话想清楚，叫他哈跟那些黑道的人划清界限。真的呢，他们家看起来背景好像很复杂，可是。我们也并不是很了解他们呢、啊。如果说光凭第一印象就判他死刑哦，好像也不太厚道。哼，什么厚道跟不厚道？你不是不知道啊？江湖路难行啊，那多危险！有多少人很容易进了那个黑道，但是谁能全身而退呀？啊？我这个做妈妈的，好不容易把女儿都养大了，照顾好了，我千交代万叮咛，叫他们要注意安全，要远离是非。一弯跟小飞这种事情还牵扯到黑道，我能不管吗？那我如果不管的话，以前我讲的话算什么啊？有这么严重吗？事实就是现在三更半夜了，你宝贝女儿还没回到家，这样还不严重吗？我找不到人呢。算了啦，你不帮忙，你去睡觉啦，不要在这里吵我了。好了，我在这里陪你想办法了。好烦啊你。不是朋友的喜欢，我喜欢你。我也是。
请留下的。